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蔡琴副馆长推选的第二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我们一起来揭晓。我喜欢古琴的音色，空灵深邃，累了听一听，心会变得很宁静。琴棋书画，琴居首位。我守候的国宝是一张唐代的古琴，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历经千年，古琴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可以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健淡琴心的侠士，他们如剑一般刚毅坦荡，如琴一般的圣洁超逸。1000多年来，有多少人拨动了彩凤鸣琴的丝弦呢？抚琴人是悲是喜，是为相逢还是辞别呢？我是国宝落霞式彩凤鸣琴七弦琴守护人孙淳，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孙淳。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孙淳，我守护的国宝是落霞式彩凤鸣琴七弦琴。落霞式彩凤鸣琴七弦琴是一张流传有序的唐琴重器，它是唐代著名的濯琴大师雷威制成的，着一身朱红色的长袍，配以13枚贝壳镶嵌而成的长链，身形呈波浪曲折对称，就像晚霞万千变化，让人带来无尽的联想，故而称之为落霞式。也许是高歌的时候引来无数的凤凰齐鸣，于是就有了个彩凤鸣琴这个美好祥和的名字。当年是谁撩动了他的心弦，又对他倾诉了什么样的心里话？我是孙淳，我将带您进入落霞式彩凤鸣琴七弦琴的前世传奇。落霞式彩凤鸣琴七弦琴的前世传奇就发生在唐朝玄宗年间。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雷公说的就是唐代濯琴大师雷威。众多王侯将相、文人墨客都以鬼藏一张雷公琴为荣。这雷粉中啊，有一位身份尤为特殊，他便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音乐家皇帝唐玄宗。唐玄宗安通音律，酷爱曲法，艺术造诣颇深。岂料安史之乱爆发，盛世之音戛然而止。在蜀地避难的唐玄宗于悲愤绝望中突然听到一曲玄妙之音，我们的故事就从这深山中的琴音开始讲起。
没看见我们刚坐下吗？为何不弹了？来这儿是为了弹琴，琴奏完了，自然要走。老先生，您挥手琴弦间，我如听万壑松，不知今日可否有幸再听一曲啊？弹琴，只为悦己。 不为育人。哎，若是心中有所素，自己抚琴便是。先生的琴为何只有五弦啊？问得好。 此琴乃开元二年琢成，本也是七弦俱备。可是去年六月已未，六弦、七弦突然断裂，续上又断，断了再续，如此往复，终究不成。六月已未，对。 那不是我们离开长安的日子吗？<笑>听曲当听弦外音呢。先生以断弦为题，同也是认为朕苟且偷生，弃长安入蜀，亲自断了君臣之意呀。这六月已未。 悲之日啊！大胆！且慢，确实可悲呀、啊！先生，您的琴。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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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山惆怅无际，方长断处，风铃悲切。人间最苦伤离别，更那堪？ 余魂悠悠，掩掩。此为何曲？以此夜此景，便称之为雨霖铃吧。曲美词更美，<笑>恐怕也只有先生认为它美了。 我让世人听来，也不过只是靡靡之音，亡国之声啊！若是能自持，管他靡靡之音还是钧天广乐。先生这是要去哪里？上山取秦木。为何在深夜取材？ 这时候最近能听见树本真的声音。先生快看，这株桐木不错，树干笔直，粗细是一样。这里本来就有泉石环绕。 祥云笼罩，理应是块良材。可惜啊，树心已经被侵蚀了，又因为常年藏于深山，不易察觉。现在是纹理稀疏，
千疮百孔了。用它制琴，这声音一定空而不实。唉，树都能听得懂琴音，安禄山时思明那两个逆贼，朕为何不能早早的察觉呢？朕就如这株朽木，已全然无用，任它自生自灭吧。不尽然，不尽然。你听。这树心竟然完好无损。对，只因为它树根强劲，雷霆献血也只能侵蚀它的外表。用它制琴，音雄劲旷达，千百年不变。那树没死，它还有救。是。这树没死，它还有救啊！今日虽有逆贼喧嚣乱世，但数十万将士正在浴血沙场为我大唐。千万子民忠心不渝，固守家园，就如这苍劲的树根深扎土壤，死死地拽住风雨飘摇的大唐。他们尚能如此，朕的这点痛苦算得了什么呢？能躲在这深山之中呻吟。听先生一曲，如醍醐灌顶。不知朕可有幸珍藏此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王者，若得神俱赞，奉必回明于岐山。此一别后，仁宗在蜀地整军与平定叛乱。公元757年9月，唐朝将领郭子仪收复长安。10月，玄宗返回长安，雷威被玄宗封为秦代诏。后人秉承选良才用一身500年有正音的祖训，制琴事业延续100年，闻名天下。古琴是非常符合中国古代文人特点的一个乐器。古代有是无故不测琴瑟这种说法，就说明在古代琴呢是文人的非常亲密的伙伴，他通过古琴来修身养性，甚至于齐家治国。浙江省博物馆呢收藏的古琴呢有30多张，其中呢6张是唐琴，3张是宋琴。为了把这批古琴展示好，我们在武林馆区专门开辟了非凡的新声这个专题的展厅，在中国呢也是第一个专题的古琴展厅。你好国立，好久不见，见到你很高兴。你今天可给我大大的一个惊讶，前世传奇里的琴声真是音柔韵长，圆润细腻，余音绕梁，回味无穷啊。行家呀、啊、嘿，那么你对琴弹吗？略懂一二。我听说雷威这个人非常的神秘，生卒年不详，做琴选材方式非常独特。这个雷威做琴啊，嗯，从来不墨守成规。嗯，比方说别人做琴的时候一般的选材选桐木，对呀、啊、他不，他有时候就用松山木。他经常在这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酒畅饮一番，嗯，然后穿着蓑衣带着斗笠就进山了。他到了一个树林环绕的地方，站在树下，嗯，然后闭着眼睛听风吹树木的声音。有的时候他就听到哪个树木发出那种绵延悠扬的那种声音，他就选它。这张琴呢就是采用的是松山木，肯定雷威就是用这种
雪山青松的方式万里挑一选出来，难怪是音色绝佳的上乘之作。孙子，你刚才那琴声是自个儿弹的吗？我得招，惭愧，不是我弹的。哎呦，我就是一演员，扮演嘛。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琴声是真的，就是出自这张《落霞式彩凤鸣旗七弦琴》。这个我不太相信，因为国宝啊，都得保护，知道吗？啊，这琴早就进了博物馆了，这不能让人动的。这个就是我要接下来在今生故事里为大家解读的。这可有意思了吧？我们来有请孙淳为我们开启《落霞式彩凤鸣旗七弦琴》的今生故事，有请。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和我一样，第一次听到彩凤鸣旗这个名字，就联想起了我们熟悉的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凤鸣岐山”这四个字。他们说的是同一个典故，说是在周朝兴盛前，岐山有凤凰齐心鸣叫，人们认为凤凰的出现是源于周文王的德政，是周朝兴盛的吉兆，以这此字命名的唐代古琴，居然也传奇的经历了1300年，而且现在依然能够鸣奏，是谁奏响了它？它又为何会被奏响？我们一起来看看。开元二年，题名在，千二百载刹那空。落霞仿古神女制，如敲清沁撞红钟。这是民国古琴第一人杨宗济先生在其所著的《琴学丛书》中对彩凤鸣旗的记述，成为了一个年轻人对他最初的向往。40年过去，当年的年轻人已是享誉国内外的古琴大师。向往了多年的呼唤，来自一个玻璃展柜里。2006年，浙江省博物馆邀请他与陈公亮先生为彩凤鸣旗与来黄两张古琴做鉴定，并在4年后举办了一场以凤凰和鸣为主题的古琴演奏会。馆藏千年古琴作为演奏乐器，海内古琴艺术界巨擘齐聚，音乐会一票难求。不为孤山论剑，只为湖畔抚琴。复苏与相遇的信息，都蕴含在了这穿越千年岁月的琴声里。有请丁承运先生。高丽老师好，您是直接演奏了博物馆里的国宝，您第一次触摸这个1300多岁的唐琴的时候，什么感觉？从小就知道这张琴，过了几十年以后，浙江博物馆呢就请我过去鉴定杨士白先生这14张唐琴。唐琴，我太兴奋了，这是几十年的一种夙愿，是个激动的心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您能够给我们讲讲啊，就是第一次你弹奏它的时候，它发出来的声音，那个音色是个什么状态呢？这张琴非常奇特。我们第一次给它上弦呢，它从一上去以后是一下手，这个声音呢，就我们几个人都惊呆了。用我们的行话来讲呢，就叫圆转如意，就是你想出什么样的声音，你加什么样的力量下去，它就能够给你什么样的声音出来，随着你的心走。对了对了，我在浙江博物馆近距离观看这些古琴的时候，我发现时间长了，这个古琴的背面会出现一些断纹，这个断纹是琴名贵的象征。只有超过250年以上的古琴才可能会出现这种断纹。
哦，这个有点讲究哈。这种段纹呢，基本上就是介于小流水段和牛毛段之间，啊，还有部分的有边纹脸。今天您说也带来琴了？我带了一张呢，也是杨氏柏的藏琴。哦，杨氏柏的藏琴呢，现在呢，我知道的有16张，浙波有14张，还有2张流传在民间。那么我就拿着带了一张这个松风。哎呦，宋代的，这千年呢，这杨氏柏的字，这个段纹就更典型。哦，啊，这个就是叫流水段或者叫舌夫。那这些段纹对这个琴的声音有影响吗？非常大的影响。这个琴呢，出现段纹以后呢，声音就更加松透，就穿透力更强，而且呢，手感也会更好。懂行的人呢，都希望自己的琴是一张段纹琴，都希望有一张段纹琴。对于彩凤鸣琴，我们还有一件事特别好奇。这张琴都已经放在博物馆里了，在我们普通观众的认知里，它是个国宝，难道不应该越少动它越好吗？可是它又被演奏了，啊，又录了 CD， 又开了演奏会，这件事真是让我觉得难以置信。不但我们难以置信，就连文博界刚开始的时候也没人信。今天呢，我们也请了这个浙江博物馆工艺部的主任范佩玲女士，让她给我们讲讲古琴活化的故事。大家好，我是浙江省博物馆工艺部主任，也是博物馆馆藏古琴活化保护与利用课题组组长范佩玲。范组长，请你快给我们讲讲咱们浙博做古琴活化这件事儿是怎么想的？你们过去经常有琴家他跟我说，我们中国有太多太多的传世好琴都被博物馆收藏了。嗯，进了博物馆以后呢，就与世隔绝了。还真是，也不能弹拨，也不能听到古琴的声音，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惋惜。我们浙江省博物馆认为，古琴它作为一个普通的文物来展示，那是不够的。声音才是古琴的灵魂。当年啊，杨氏柏先生收藏那个彩凤鸣琴，他也是作为普通的乐器来收藏和利用。杨氏柏先生那肯定是经常的弹拨，就在弹拨中他才能发现如果有细微的问题，就会要及时的去得到维护啊。所以中国的古琴才能成为世界上流传最悠久的到至今还可以正常使用的乐器。你们这个理念虽然第一次听到，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得给掌声。在2008年的时候，这些个古琴可都没上弦了，上丝弦这个事儿本身就已经非常难了，是不，丁老师？是的，这个丝弦上去，每根弦差不多有10几公斤的拉力。那你说一个1300年前的琴放在这儿，谁敢做这么一个鲁莽的一个行为啊？这使劲这么一崩，说不定这个琴都能断裂了。这个我们敢做这个事儿呢，就是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陈公亮先生呢，他自己家里就有一张唐琴，有唐琴叫秋籁。秋籁，哎，哦，我自己弹的北宋的琴，说我们平常这个唐宋的琴经常在手上盘弄，这心里有数。我摸摸你这手，太厉害了。古丽，嗯，在给彩凤鸣琴上丝弦的第二个难题在于什么呢？嗯，就是怎么样才能把他的声音啊恢复到当年杨氏柏先生记录的那样。当年杨先生是怎么记录的这个彩凤鸣琴的声音呢？来，这叫1/2弦如洪钟，6/7弦如金磬，4/5徽以上如羯鼓。这个我们有点听不太明白，我能不能听您演奏一下？我来给您试试。对，试试。这是1弦，这是2弦啊，就像钟的声音。嗯，6/7弦如金磬啊，就是更明显。嗯嗯啊，那不4/5徽以上如羯鼓，这是4弦，中间这个是4弦，这是5徽，5徽以上的声音，像打鼓的声音。那么这张琴呢，就达不到彩凤鸣琴的这个羯鼓声。那咱们这个弦上去，如何做到声音和记录的最大的一个接近呢？
一开始呢，我们就拿了普通的丝弦，结果就发现声音根本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后来我们就是专门邀请了香港的黄叔子先生。哦。黄先生呢，他是用那个宋元的古法，用真丝研制出来这太古琴弦，这个在古琴界是享誉很高的声望的。他也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尝试，最后就是拿了个标准的那个上去以后，立马彩凤鸣琴的声音就是清润亮丽啊，达到了琴曲重塑描述的那个效果。哦，一下就事成了。对对对。今天我是我们浙江省博物馆陈浩馆长的委托，想给丁先生颁发一个聘书。我今天还有一个很兴奋的事情要告诉大家，2019年，也就是明年，我们浙江省博物馆将举办一个唐宋古琴大展，那个时候啊，彩凤鸣琴将会再次鸣响。所以我们今天诚挚邀请丁承云先生担任我们浙江省博物馆的特约古琴演奏家。哎呦，谢谢，真好，这是我们秦家的一件幸事。刚才我们看到这台上这一幕，我们感受到古琴家们对古琴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也感受到了浙江省博物馆的大智大勇。感谢双方为国宝活起来，为彩凤再鸣岐山做出的努力。接下来我们要为三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请三位宣读守护誓言。我是孙淳。我是丁承运。我是范佩林。我们志愿守护落霞市彩凤鸣琴七弦琴，守护历史，守护高山流水。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蔡琴副馆长推选的第三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我已经数不清多少次在杭州看到这样的方柱了，里面是圆的，外面是方的，中间是通透的，那相同的形状，相同的纹饰，总是反反复复在这个城市看见，是不是它对杭州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人家都说博物馆是当地文化和历史的缩影，就想知道是不是浙江省博物馆可以给我一个解答。郭老师您好，这就是您要守护的国宝玉琮。现在发现的玉琮中这一件是体量最大、刻纹最精美的一件，俗称玉琮王。老师，我看见上面有个图案，上面是神人，下面是神兽，这就是神人兽面纹吧？是的，这个是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纹样。而且老师，这么小的地方，他们能刻出这么精细的图案，还有这个平行线笔直清晰。玉琮王他到底在5000年前是做什么用的？很多学者会认为他是祭天祭地，或者是沟通神灵、沟通天地的一种用途。玉琮上那些灵动的线条、鲜活的图腾、似跳跃的音符、似律动的生命，记录着良渚先民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我忘不了神徽上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它闪烁着勇敢坚毅的目光。刹那间的对视，我仿佛看到了5000年前的良渚。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快乐的时代，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时代。那里有一群孜孜不倦、追求美好、矢志不渝、坚守信仰的良渚，他们勇敢、创造、外拓、和谐的精神，也一直传承至今，影响着后世子孙。我是玉琮的国宝守护人周冬雨，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周冬雨。
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周冬雨，我守护的国宝是玉琮。我看咱们节目每次开场的时候，国立老师总是会说我们是个年轻的节目。我们到底有多年轻？也就上下五千年吧。云南风轻中，国立老师透着一股小傲娇，有没有？可大家知道这上下五千年的起点在哪儿吗？其中的一个起点就是我守护的玉琮的出土地梁渚。在位于现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梁渚遗址内，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玉器，而这件玉琮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复，被称为玉琮之王。它重约6500克，直径约17厘米，高8.9厘米，装饰性线刻细若游丝。五千年前并没有金属制的琢玉工具，这样的一件精致玉琮可能要耗尽一个玉工毕生的精力。琮体的四面四角都用浮雕技法雕刻了神人兽面纹，这是梁主人孜孜不倦描绘的永恒主题。这种神人兽面纹会是梁主人的族徽吗？如果是的话，上面这个人他又是谁呢？我是周冬雨，我将带你进入玉琮的前世传奇。玉琮的前世传奇就发生在距今5300年至4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那时的梁渚俨然是一个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理想国，300万平方米的王城相当于4个紫禁城大小。但连续不断的洪灾击碎了梁渚人原本富饶祥和的生活。面对灾难，国王父亲决定弃梁渚向北迁徙，但女儿尧坚决反对。尧是掌握神权的大祭司，且琢玉功夫一流，他坚信琢玉通玉琮就能挽救梁渚。父女俩争执不下，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场激烈的争执开始讲起。尧，父亲，你怎么来了？别琢玉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都听好了，更大的洪水就要来了，我们必须离开这里，离开我们的家。父亲，只是因为一场洪水你就要舍弃我们的家园吗？这水是一年比一年大，新修的水坝也抵挡不住了，梁渚危在旦夕啊。父亲，再等等吧，你看看这些玉琮，玉工们夜以继日的琢，马上就要琢通了呀，到那时洪水一退，梁渚就平安了。等不了了，这天象预示着更大的灾难就要降临，到那时毁灭的是整个梁渚，我也舍不下我们的家呀。你快收拾一下，我们得马上出发。我不走。父亲，这几百天来我日日夜夜没日没夜的琢制梅玉，就快琢通了，再等等吧，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也不走，我也要留下来琢玉。哎呀，妹，别犯傻，听哥的，等去了北方，哥给你找更好的玉。哥，这是我们的家，你看那里是我们曾经捕鱼的小溪，还有那边成片的稻谷和粮仓，只因他现在病了，你们就要抛弃他吗？可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梁渚了，连年的洪水泛滥，兵役肆虐，再待下去
我们就只有死。北上就会平安吗？父亲，那里有强悍的部族，贸然北上定少不了一场恶战啊。当年造梁主城，大家都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呢，咱们都做到了，宫殿、城郭、农田、粮仓、码头、水坝一应俱全，是何等的宏伟壮阔！咱们能缔造神话般的梁祝，也一定能抵御这洪水。你总说前程卓越，神明就会给答案，这废墟就是答案。王，别犹豫了，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在这等死吗？刘叔，性命攸关，由不得你在这任性。来，把药叫走。是。我是大祭司，神谕在手，谁敢动我？父亲，请您相信我，再等等吧，等着玉琮灼通，一切都会改变的。孩子，我的孩子，如果我只是你的父亲，我一定会留下来陪你等，但我是王，要担负着整个部族的兴旺，容不得半点伤心。北上虽胜负未卜，但总不至灭族，一切由我做主。整顿队伍，准备北上。是。父亲，我是王，我不能只顾及着自己的女儿，不顾及所有人的死亡。只要留下的，我绝不强求。走。父亲，改变吧，这就是所谓的改变。妹，哥带你去北方，哥给你找最好的玉。
登临啊，玉聪已经着通，可你为什么依旧无动于衷？若是瑶做错了什么触怒了你，那请冲我来，请你放过他们。快快，洪水来了，水坝就快要决堤了。决堤？不，一旦决堤，整个良渚将瞬间被吞噬。神灵啊，你到底想要什么？我的命吗？拿去，只求你给我一个答案，我该怎么救良渚？我到底该怎么救良渚？瑶，你还在坚持什么呀？都死了那么多族人了，你再不走，下一个死的就是你我。我明白了，其实神灵早就已经给我暗示了。什么暗示？谢红，你看，强光穿过玉心，瞬间变弱，那洪水也是一样，只要我把山口凿开一个豁口，洪水一分流，杯里就立刻衰退。那你这是去送死啊，瑶。在着的神玉吧，瑶，你在哪儿？你在哪儿？考古学家勘探良渚古城遗址时，在外郭城西北角发现了一个大缺口，据推测，这里原来可能是一处水面。良渚这片美丽的土地孕育了古老的文明，诞生了迄今所知东亚最早的国家。而这件做工精美、纹饰神秘的玉琮，更是这辉煌文明的实物例证。良渚玉琮的前世传奇是依据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浙江考古研究的成果。良渚的意思呢，它是水中的一个美丽小洲，这个小镇呢在杭州的附近，山清水秀。如果不是1936年的时候，这博物馆员施兴根的一次偶然发现呢，我们呢就很难把这么一个美丽的小镇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呢联系在一起。商周以后啊，玉琮就不那么常见了。我们后人在文献里能看到虫这个字，但很难想象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良渚遗址玉琮的出土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件玉琮是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品相最佳、雕琢最精的一件。它的上面有3乘4厘米的神像雕刻，融合了阴线刻画、浅浮雕两种技法，浅浮雕里面还分城市，可谓是鬼斧神工。良渚的玉器种类很多，它有装饰品，有通灵玉，也有祭祀的礼器。其中玉琮是祭祀当中最重要的礼器，我们说叫昌笔礼天、黄钟礼地呀，就是指的当时是用玉笔来祭天，以玉琮来祭地。良渚的玉器啊，往往还具有通灵的概念。我们经常说的“彼得鱼玉”、“通灵宝玉”，我想都是良渚玉文化的最好的传承。哎嘿，欢迎欢迎我们的玉女周冬雨，往这儿一站，亭亭玉立，如花似玉。郭磊老师，哎，你也是玉树临风，
说的都是金章玉句，金玉良言。好，大家听出来了吧？中国人对玉是有多么的喜爱，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玉的国家，至今应该有8000年吧。冬雨，你守护的这件玉琮啊，算不上是中国最古老的了吧？虽然按年代算，这两组玉器它不是最古老的，但是玉文化在这一阶段它有了质的飞跃，不仅体量巨大，而且发展出多种复杂的琢刻技术。我想带大家看一张图，换一个视角来看这件玉琮。那好，我们一起来看。大家看到的是玉琮的神人兽面纹的它线的图，它能清晰地看到这个纹饰的本身。5000年的工艺就能做到在玉石上，它1毫米的装饰线内刻4-5根线。1毫米刻4-5根线呢？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文字，没有照片，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玉，我们想象5000年这些匠人无比专注的一种工作状态。冬雨的前世故事演绎得很不错，接下来我们请他为我们带来玉琮的精神故事。我在浙江杭州的时候发现玉琮真的是无处不在，政府大楼、机场、还有地铁、银行的标志、还有路灯的造型，你都能看到玉琮的身影。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实物的例证，是浙江人的骄傲。每次看到它时，我都在想，5000多年前啊，是怎样一群人创造了它，他们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请出一组嘉宾带大家一探究竟。两组遗址每年在这里都会有让人感到惊喜的发现。我主要负责考古发掘，在两组的任何一个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都可能发现来自5000年前的故事。我在两组工作站主要负责植物考古，我们去年发掘的地方有很多种子都保存了下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古人的食谱是怎样的，古人的社会是怎样的。我在这里研究主要是动物考古，两组遗址中发现的动物种类实际上它是比较丰富的，比如一些涉水牛，还发现过一些黄斑巨鳖的这个腹甲。我在这边主要做地质考古。两组遗址里一块普通的石头都可能和两组城墙所用的来自同一个地方，我想通过研究找到两组人为了建造这座城究竟走了多远的路。我们浙江是在1986年以反山发掘作为一个转折点，就是我们这个玉琮出土的这个地方，掀起了中国这个玉文化研究的高潮。80年代的时候，我们对于良渚的认识可能主要是可以用这个玉器来代表，到我们今天，良渚考古人在这块遗址上面吧，发现了这个城，发现了这个外郭，发现了这个水利系统，我们对于良渚的探究永远在路上。掌声有请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考古队的队员们。欢迎欢迎！看来上来这些人我怎么都不相信呢？我怎么这都太年轻了，跟周冬雨差不多的都是。我还第一次听到说考古有这么细分的这个工种啊，地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我想听听来自你们各自的角度讲解一下，为什么说这件玉琮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实物的例证？这件玉琮，它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堪称史前的这个玉器的巅峰之作。冬雨刚才也说过了，制玉的那个人他的毕生精力可能也只能制作这么一件，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良渚那个时候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分工。那么有这种专业分工的前提，就是良渚社会它的物质基础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哦，5000年前的良渚就能达到多高的这个物质基础的程度呢？这个提到这个物质基础啊，我们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吃。对。那么良渚人吃什么呢？国立老师，请看，这是我们今天带来的5000年前的碳化稻米。哦，吃稻子吗？对，这就是普通的大米呢，经过火烧了之后，就变成了像木炭一样的东西，从而可以在土壤中保存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时间，所以才能被我们找到。由此呢，我们可以推测出来，这个地方应该是古城的一个粮仓失火了以后
所遗留下来的。而且我们根据土当中我们所数出来这个碳化稻米的数量，我们推测这处粮仓大概有20万斤的埋藏量。我的天哪，这么大量的稻米，那说明什么问题呢？有这么多的稻米呢，一方面说明这个古城内它粮食的存储量非常大，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这么多稻米一直没有找到水稻田。哟，对，城内发现的一般都是一些玉器、漆器、木器和骨器，而城外有水稻田的存在。城乡分别已经出来了。对对对对对，就是城里人他是不种地的，城里人一般住的都是国王啊、贵族啊，还有一些手工业匠人，农民是在城外种地。是的，是的。这听起来真的刷新了我对5000年前的人类生活的认识。国立老师，嗯，这梁主人不仅有稻米吃，其实他们吃的那个肉食啊也非常丰富的。还有肉食呢？啊，平时都吃什么肉啊？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梁主遗址中一共发现了30多种动物，今天就带来了一些遗址中出土的动物的这个照片。我们来看一看。好，第一是什么呢？首先这个一就是一个家猪的头骨，它是我们遗址中出土频率最高的一个动物，说明那时候就已经养猪了。那这些东西都是5000多年以前，这个他们就吃吗？他们都是梁主人可以利用的肉食资源。我们可以通过想象得得出啊，当时生活在梁主的先民们，温饱首先不成问题，可是要生产出这样精美的玉器供国王使用，我觉得这个玉匠生存的环境得安全吧。国立老师，我平时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和一些石头打交道，而正是因为这些石头，我们发现早在5000多年前梁主就已经出现了城市，然后可以为这些制玉匠人们提供一个稳定和安全的生存环境。今天我们也带来一张图，大家请看。您有没有觉得这张图有点像北京城呢？像啊，周围那一圈我觉得还二环，二环路吧，二环路。对啊，您说的那一圈像二环的呢，其实就是梁主古城的城墙。当时通过钻探呀，我们发现城墙下面有一层厚厚的人工堆积的黄土，然后在这层黄土下面呢出现了大量的石头，而且呢每座城墙我们发现它还有两个水城门，一共有8条水城门。哦，8座水城门，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的水是特别的通达的。 对，因为当时梁主人他交通应该主要靠水路交通。近10年来梁主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了水利系统。讲到这个梁主水利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先记住一个关键词，草果泥。好，然后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呢实际上是梁主一个水坝的一个横断面，我们其实从这个横断面上呢，我们可以看见它分成很多块，它其实是一小块一小块，一坨一坨相互咬合，密集排在那里。这就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梁主人筑水坝的时候他用的一种工艺啊，称为草果泥。我们复制了2个带在这里。我说怎么还带这玩意儿来呢？这跟考古有什么关系？这个是实验考古的一部分啊。哦，它外边啊小芦苇茅草，但是这个里边就是土，就是淤泥。这种工艺呢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防洪里面还是可以见到的。我们子弟兵对装草袋啊，扛着把那个土装装袋子里面，对，然后垒起来，这个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5000年前的梁主人呢他已经有这么高的智慧了。前面我们已经通过了草果泥，我们可以判断它是人工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利系统它的这个整体面貌是怎么样的。在这些山体之间，深黑色的长长短短其实就是梁主人筑的这个水坝啊。那么最长的这个呢叫唐山，多长？5公里啊。哇，那些短的有几百米。梁主人通过构筑这样完备的一个水利系统啊，它会形成2阶的水库，这个西北面来的洪水就被阻留在那个地方，不会直接冲到古城这里哈。我还想问问，刚才凭着您这个草果泥啊，就判断出说是堤坝是人工建造的啊，但是有什么根据可以判断出这个水利工程就属于5000年前的呢？哎，好问题。嗯，现在呢我们考古学啊有一个测年手段称为碳十四测年。嗯，只要这么一点，一颗黄豆这么大，就拿这个有机质，就草或者米都可以拿这个去做碳十四测定，我们就能得出它的精准年代。
我们把这个所有十一条坝里面的这个草果泥都取了很多样，送到国内国外啊，所有的数据得出来都在五千年，非常非常统一，所以这个年代是无可置疑的。太了不起了，嗯，我觉得真是应该向我们这个五千年前的老祖宗致敬啊！就想着这个草果泥就能修出堤坝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句总结：玉琮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物例证，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这样一句高度凝练的话，能够理直气壮地提出，就是来自这样一群群良渚考古人孜孜以求的探索与发掘。国立老师，不只是咱们台上这一群考古人，其实良渚考古发掘到今年已经跨越了80多年了。嗯，是四代考古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的成果。哦，经历了四代考古人呢，这话怎么说呀？国立老师是这样的，1936年，施金根先生在他的家乡良渚镇发现了良渚遗址。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辈穆永抗、王明达先生发掘了反山遗址，发掘了瑶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从这个时候开始，谈起中华五千年文明，就再也绕不开良渚遗址了。近十年来，第三代考古人刘斌、王立远老师发掘了城墙和水利系统，揭示了中华第一城和世界第一坝的宏大格局。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就要看我们杭州良渚。说的真是太好了，这确实不是一代人就能得出的伟大证明。80年的良渚考古，千淘万漉虽辛苦，然而吹尽狂沙始到金，是你们让这件玉琮熠熠生辉，让它成为一只望远镜，透过它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璀璨文明的一个起点，让我们能够如此底气十足地告诉全世界我们究竟有多年轻。上下五千年。我是周冬雨，我们是良渚考古队，我们志愿守护玉琮，守护历史，守护玉文国货。现在我终于可以公布一个答案，浙江省博物馆的蔡琴副馆长为什么会为大家推荐这三件文物？良渚玉琮义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刻于其上的神人兽面纹显示了那个时代高超的技艺，落霞式彩凤鸣旗七弦群是一把注入了工匠精神的乐器，也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宁波万工匠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工匠精神的辉煌作品，花轿上250个人物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想象。这三件文物的时间跨度大，共同展示了中国工匠巧夺天工的成就，奏响了一曲延绵不绝的粤地长歌。浙江省博物馆甄选出的三件国宝，到底最后哪一件文物能够入主国家宝藏的特展，还要看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选择。我们下个博物馆再见。